上课了。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OK， 我们开场都会敲钟哈，我们都会上课。铁花村也像是一个像在部落一样。那欢迎各位今天来到铁花村，我是村长。今天大家都还好吗 ？OK， 其他人不太好，那我们就换个话题，换个节目表演。我们今天就讲起讲心事好了。那今天呢是礼拜六，我们安排了两个非常好的一个原住民团啊乐团。那首先上半场呢是水波逐流，是来自屏东的一个原住民。那他们今天也带来他们的创作啊、呈现在这里给各位。各位有现场的朋友的汉人朋友有没有听过原住民的歌曲？有没有？哦，好好，没有的话，那你们来看什么？我有一个疑问哈。哦，那下半场呢是许宏伟，许宏伟呢他本身是台东人，然后卑南族啊下槟榔的年轻人，他也出了他自己的专辑啊，今天也有贩卖在我们那个票口那边啊，待会各位如果喜欢哈，就把它带回去，好，你可以吃茶，每天都可以 uncle， 你每天都可以好啊享受他的歌曲，他的创作都是用母语的啊，卑南族母语这样的啊来诠释他的歌曲，那。各位待会演出当中呢，在位置上不要抽烟好不好、哦、唯一一个抽烟的地方就在那边、哦、那边厕所、哦、那边已经有人在、哦、那边挥手、哦哦、那已经在那边示范跟你们怎么抽烟、哦、你一次在那边、啊、你今天不想原谅自己，那你一次抽五根十根没有关系，按照你的实力、哦、那你今天各位现场的朋友，你如果有带外食的话，你吃完的话啊、麻烦请走到那边，也是在吸烟区旁边、啊、一个垃圾桶、啊、上面都写字，你好好把它分类好好不好。那各位有带外食，我们铁花村也有很多狗、哦、因为今年是狗年，有很多的狗不知道从哪里来这边靠行的、哦、那你有东西的、啊、你吃完那些骨头不 不要给他们，不要 喂给他们好不好，因为你喂给他们其他的也不爽、哦、我们也很难交代、哦啊、他们一打架就不好处理，那你厕所也在这边、哦、女生然后在男生、哦、男生不要走错了，男生比较在里面。那今天门票呢有换个饮料，那在演出当中呢各位都随时可以去换、吧台在那边、啊、如果各位要点的话都可以在那边。今天文创市集、啊、都很多，那铁花村也有出了这个不要为难警察系列、啊、希望你们也可以把它，为什么叫不要为难警察呢？因为警察很可怜哦，大家都知道吧，近几年、啊、不喝酒啊，然后又在那边撸撸的、啊、警察很辛苦。我们现在铁花村也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创产品不要为难警察系列，待会各位在演出当中你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好不好。那演出当中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小吧台那边呢，你非工作表演人员不要超过那边，让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进出都啊能够迅速啊处理事情啊，这个地方也是哈、哦，不要超过你们的范围就在这里啊。你要怎么滚没关系，因为草皮，因为重新在啊重新在种植哈、哦，那个地面不太轻啊不太平，那各位小心哈、哦、啊做的时候那个姿势啊不要那个什么，小心啊小心不要受伤了，免得那个脊椎哦颈椎侧弯啊，那就是不好交代了。好。那最后呢，我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周末愉快，旅途愉快。那现在我们就刚掌声欢迎第一场的啊随波逐流两位帅气的男生，掌声掌声，不要停不要停，他们还没有定位。
Hello， 大家晚安。我们是随波逐流，然后很久没有来到这里了，这里还是依旧很漂亮哦。那今天呢，会演唱一些我们自己的作品。那今天呢，走一个比较抒情的感觉啊。第一首歌呢是最近写的一首歌，是比较甜蜜的，好，比较开心的一首爱情的歌，叫做《离心脏最近的距离》，谢谢。最近的，你心脏
最近的，离心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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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谢谢。我刚以为停电了。好，今天呢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都是很热闹的那种，然后今天就我们两个站在台上，好像有点视觉上会不会很小的很少的感觉。然后待会那个宏伟哥哥呢，他们今天带的 band。哦，超级庞大的哦，会塞满整个舞台。对，他们要塞满整个舞台。好，然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出口》，是前阵子有一个朋友，然后他说可不可以帮他写一首歌，然后他刚好处于在一个很脆弱，然后面临抉择的一个时刻，然后我就帮他写了这首歌。这首歌呢叫做《出口》，如果你们刚好在正处于脆弱的话，希望这首歌对你们有帮助。好，《出口》，谢谢。总在不断拉扯，拥有的是什么没人在乎过，别忘了我在你身后，奢望的其实不多，只求安心里的你可以有所选择，牵着喜怒哀乐，哦，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哦，亲爱的，我们一起让伤口愈合。
找到安全感之前，总在不断拉扯。拥有的是什么，没人在乎过，别忘了我在你身后。奢望的其实不多，只求安心里的你可以有所选择，迁就喜怒哀乐。哦，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哦，亲爱的，我们一起让伤口愈合。哦，我最亲爱亲爱的，我会陪着你找到出口。谢谢。出口。好，那接下来安排这首歌呢，是一首我自己写的一首台语歌。先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身份，我是来自高雄茂林。那我身上呢，有布农族跟闽南人的血液，可是我生长在一个鲁凯族的部落里面。那这首歌呢是写给我的外公，那我的外公在去年的年初然后就去世了。那其实我跟我的外公很少接触，只有在小时候那种很薄弱的记忆，然后有一次他生病了，然后开始忘记我们这些孙子辈的这些小孩子的名字。那时候他就说，你到底是谁，然后你是谁的小孩，你的名字叫什么，这样用台语这样问我。然后当下可能觉得很好笑，可是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其实蛮心酸的，因为开始发觉，我们渐渐已经在长大，然后他也渐渐的老去。那当他离开的时候，我想说能不能为他做一些什么，在他最后的这个路途上。那所以用了一些我会的一些台语的单字，然后去把它完整然后送给他。那这首歌叫做今夜你就要离开，然后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没有，你不是也常常忘记你的前女友吗？好的。我
坚强，你就爱保庇。你为了一个家，付出遐尼多，你的情，我会永远藏在心底。最后一瞬间，搁见面就是来世，希望后世人搁要做你的宝贝。谢谢。哦，刚刚有点走心了哈。对，燕鹏写的这首歌很棒啊。然后，如果有听得懂台语的话，其实听得出来歌词里面是一些比较平常的用语，也比较直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越简单的词句，其实最贴近那个人之人。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再次给燕鹏掌声鼓励一下。沙宝。然后一直听我唱歌也不是办法了嘛，对不对？燕鹏要来个把手，好吧？也太多了吧？你介绍一下你的创作。哦，这首歌叫做《虚》，啊，就是英文是说。Don't speak， 哦、oh, ，这样子吗？就虚啊，对不对？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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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Don't speak 啊，哦，这首歌叫做《虚》，然后是在一个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跟自己的对话的一首歌，叫做《虚》，然后会有我们的燕鹏来演唱这首歌。
我尽量把它唱得很难听。为什么这样？因为是你的歌啊。说不放手，祈求这还有以后。凋零的玫瑰，沉睡在自以为的妩媚。前一世里，早已支离破碎。
嘴巴上说不放手，祈求着还有以后。凋零的玫瑰，沉睡在自以为的不美。潜意识里早已支离破碎。听到那个撕心裂肺的呢，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小米酒。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感动的话吗？麻烦掌声一下吧。好耶，好不好？副歌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小米酒，我最爱的小米酒，这样子 ，OK。来，准备，五、六、七 ，Go。每当我的心受伤，我
需要你来麻痹自己。是夫妇的安慰，是来自部落的滋味。小米酒，然后这首歌其实写了蛮久的，这是大概15岁写的，然后一直唱到现在的原因，是因为当我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不一样，每一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感受，特别是后面经过一些改编，然后把我外婆教我的古调放在里面，然后就会，让他知道我。很想他这样子。就跟你讲说不要唱慢歌、哦，想说啊，好啦，反正就是一首想家的歌啦，然后叫做《小米酒》，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然后网络上也找得到这首歌，对。好，我们那个情绪改一下哈。今天唯一的一首那个快歌，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死了都要爱》。你没有听过《死了都要爱》吗？哦，不是信乐团的那首歌哦。然后，所以我不会，不要期待我有飙高音的表现，谢谢。哦，这首歌我是在写那个，就是有些朋友失恋的时候，就很爱把自己搞得像那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主角啊，然后。不吃不睡，然后喝酒糜烂这样，然后我觉得失恋是一个过渡期，不应该让这个情绪在身上绑住太久，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失恋的话，很快你就会习惯了、哦。是这样子，对吗？哇，有一就有二嘛。OK， 死了都要爱，送给你们。死了都要爱，你说奇怪不奇怪？世界如此之大，何必单恋一枝花？死了都要爱，大多数见怪不怪。人都死了怎么爱？悲喜好歹共多待，靠彼爱。你说爱。可因是我不明白，这结果不应该让人难以用
说爱，有本事就放开情怀，谁跟谁在表白，无奈自己慢半拍，究竟是谁谁在忍耐，竟从错怪注定失败，死了都要爱，你说奇怪不奇怪，世界如此之大，何必单恋一枝花，死了都要爱，大多数见怪不怪，人都死了怎么爱，悲喜好歹共多待，靠比爱，你说爱不可一世，我不明白，这结果不应该让人难离又难爱，我说爱有本事就放开情怀，谁跟谁在表白，无奈自己慢半拍，你不是存在，我只是感慨，这不是释怀，我下半生在作怪，死了都要爱，你说奇怪不奇怪，世界如此之大，何必单恋一枝花，死了都要爱，大多数见怪不怪，人都死了怎么爱，悲喜好歹共多待。 Hey brother 你怎么了怎么搞的，兄弟们在那为何还得愁眉苦脸的，是哪个没有欺负你了，哦不是哪个没有甩掉你了，切还以为天造地设我听你哭着，阿给你听个一句不是你的，就算世界末日也不会抱着你的，我说穿了只是不甘心，舍不得亡命之客，总要把自己当主角，真的以为自己是那次偶像剧里的男主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你能成为主宰，来点尖叫声好不好， 1,2,3 here we go， 死了都要爱，你说奇怪不奇怪，世界如此之大，何必单恋一枝花，死了都要爱，大多数见怪不怪，人都死了怎么爱，悲喜好歹共多待，死了都要爱，你说奇怪不奇怪，世界如此之大，何必单恋一枝花，死了都要爱，大多数见怪不怪，人都死了怎么爱，悲喜好歹共多待，靠比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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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靠比爱，谢谢。对，唱完这首歌好像失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很有诗了。那这是一个发生在朋友的故事，哎，发生在朋友的故事，在发生在朋友身上的一个故事。这首歌呢是一个关于那个失恋的朋友。哎，我们刚刚才唱失恋，我们刚才现在都是失恋。我们刚才鼓励他走出来，然后我是鼓励大家失恋，不是，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好，然后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最后一次，
像佛伦斯的每天。今晚又手贱了，明明知道可能心情会荡的，还是忍不住按下了。八年的习惯怎么说变就变的，还是想你在每个睡前早晨。这次是真的不要了，你已经不要我了，那些原本该丢掉的你知道我还有不舍。最后一次，谢谢。啊，这个失恋的朋友啊，希望他赶快走出来了。本来没有失恋的人，越唱好像我应该要失恋了。
那对不起大家啊。不不不，哎，我们好像都还没有介绍哈。对。我们是随波逐流，然后我叫做小沙，哎，哪有人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再介绍自己的？哦，叫做小沙，对，沙子的沙，然后是来自屏东的卢凯族啊。那简单的用卢凯族的话跟大家问候一下好了。Nice to meet you. 没事。沙宝马甘纳勒，对。然后我是来自高雄啊，高雄市茂林区茂林37号二楼上铺啊，我叫彦鹏，族语名字叫做布布努。也太详细了吧！我没有讲水电分开你。没事。好了，你今天比较我很详细嘞。啊？啊啊啊！有没有说国小念哪里啊？不必国中。哦，不要看彦鹏这样子哦，他以前是打拳击的。就聊这个，为了聊天而聊天。好了。带来今天随波逐流的最后一首歌，好吧？那如果有很久没有来到这边的最后一首歌，对，没有，很快就会，应该很快，对，就会不要再拖那么久了，六年。哦，对啊，对，差不多。距离这个随波逐流距离上一次来这边是六年前，那个时候我二年级，村长说他差点报失踪。好，这首歌叫做 It's OK， 然后副歌很简单，如果你有想要轻轻的一起唱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好吗？
好久不见，别怪我多嘴，怎么瘦了一圈，怎么瘦了一圈。早看穿你的疲惫，尽管总说无所谓，无所谓我陪你醉，就算写的已经不是他的手，就连呼吸都能清楚感觉痛。Yes, I know。 来来回回双人床无法入梦，该赶紧先忘记他，别哭太久，让他走。Try again, try again, it's okay.It's okay. Try again. Try again. It's okay. It's okay. Yeah. 好，我们一起来，希望你们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回忆，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好不好 ？Try again, it's okay。来，我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啊 ，Go。Try again, try again, it's okay, it's okay。Try again, try again, it's okay, it's okay. 来，最后一次了。Try again, try again, it's okay, it's okay.那待会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啊，那个宏伟哥哥，还有那个摩登乐团哈。哦，他们呢是非常非常摇滚的，好不好？我们待会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的作品，然后也支持一下他们的作品。拜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是随波逐流，谢谢谢谢。下课休息10分钟。